同团党主席丹斯里穆丁抛下震撼弹，今早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，不会在明年举行的党选寻求连任。换句话说，他将退位让贤。穆尤丁今早在土团党代表大会感慨发言，说自己是时候退位，一语震惊现场所有代表，他们纷纷高喊不要，恳切希望穆尤丁继续领军。不过穆尤丁说，他要留下的最后讯息是希望领导层好好照顾土团党，他也会祈愿交接程序和谐顺利。换句话说，今年的代表大会是穆尤丁最后一次以党主席身份主持大会。